连续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2019年5月7日。我拄则讲，本来暗时教会有开会，可能会开到11点外。但是今日开会真顺利嘛，无啥代志，所以10点通就转来到厝啊。所以有两个话题吼，要简单甲大家稍微讲一下吼。你想昨我讲的这个2005年、2006年吼，蔡英文甲王金平在内底咧国会咧分赃利益，等于甲民进党绑掉的。迄当阵就造成2008年，是啊一寡利益派系全部拢抵住伫蔡英文，互蔡英文一短短4年的民进党当然就有法度摕到即个党主席。所以尾啊，你看甲马英九安怎用国会修法？甲初选办法，吼、哦，会分赃利益，用这两招来把持整个的民进党。因为你立委、你县市长、你的县议员、你的民意代表、你的党代表、你的中常委、中执委、中评委，几乎拢等于爱经过党主席，也是爱经过这蔡英文身边的亲信。来决定安尼，所以我昨用讲较久，但是今日要用浓缩的话题，甲大家交代讲，大家去注意讲，2005年前后，蔡英文自民进党内底的国会甲王金平安怎3-3-2，等于就是种下这10几年绑住民进党，当初。2006年、2007年，迄当阵交接因遮新潮流、甲苏贞昌、谢长廷等等的利益派系者，店内底做乌鸟，结果乌鸟偷食。不但后壁因本来讲有犯一寡贪污的罪，结果拢无代志啊，马英九拢放因煞嘛。但是咧，白鸟无偷食。包括龚兆胜，包括郭瑶琪，包括谢金枝，对民进党、对整个台湾贡献较侪，都是伊想清想白，所以予马英九因这帮人追杀。所以你啊看前因后果，大家可以验证嘛。所以阿扁啊，就是党人的财路，佮伊为着一边一国，佮坚持自由民主，变做三方的。共同敌人就是共产党、国民党、甲民进党这利益派系，所以今日已经有法度前后来验证了哈。但是我今日阁另外一个重要代志要甲大家来讲，就是讲，张俊宏啊，为着10几年来的这全民电通甲环球电视的争议啊，安尼去予。法院追杀，即卖伊82岁，阁得癌症啊，所以伊是要死的进程，要去找总统府的陈局，想讲伊个人代念着，自1980年民国69年美丽岛事件的战友啊，希望伊网开一面，有法度甲伊洗清，也是讲。替伊查究伊的冤情啦。当然，伊有贪污，也是讲有涉案，我无法度证实。但是我由即款的伊的作为啊，来看到陈局一个的无情无义、冷漠无情啊，这是张俊宏今日写出来即款的老夫无言告别即款的言语的一张。批中我看到一寡端倪啊，哦，伊重要者伊有讲，主要是两点。第一，伊讲哦，伊甲伊的革命情怀啊，讲是郭雨欣哦，伊是讲郭在罗马宾馆，就是应当是郭雨欣，因为陈局真少年，16、17、18岁就做郭雨欣的小助理嘛。啊，郭雨欣，大家知影讲，这是台湾的民主先败啊！当初
得罪到蒋介石，哦，迄当阵是等于是迄个省议会诶五大迄、那个即啥名词，即袂记哩吼。算讲吼，迄当阵诶五大金主嘛好啦吼，啊是讲五大大炮，等于台湾诶大炮，真敢讲话。啊，为着讲伊得罪一寡民主诶抗争，得罪到当局，所以逃亡去美国。但是伊伫美国时，犹原要想要哦代表台湾人来选总统，来拼到即两蒋的即、這个哦独裁集团呐。啊，但是我讲郭雨欣，大家要小可捌伊，就讲是台湾的民主路程，即嘛算一个总统级的重要人物啦。啊，因为先胜犹原，尾啊先立位时去用做票做掉嘛，所以大家看到迄当阵迄一寡。票空拢变倒是伊个票拢共倒掉，所以迄个过程。但是即个陈局伊当初做伊个小助理，大家当初讲哦，你即个查某囡仔真正实在足勇敢安尼啦。但是吼，我是即个张俊宏个批一下讲，郭前辈用的是郭辈，郭雨欣吼，讲伫罗马宾馆来见面是经由你来引荐。刷咧郭雨欣甲称呼张俊宏是老师，因为张俊宏以前文笔足好诶，佮以前是等于是迄、那个蒋彦士边啊两大策士嘛，哦啊，所以讲伊甲柯信良就是这两大策士，但是两个到底什么原因离开国民党跳出来来做党外人士，尾啊做民进党人？可能就因为甲即个郭雨欣经过陈局来引荐，所以伊真早熟悉伊个，哦，所以陈局嘛兼伊十几岁啊，所以我迄当阵足少年时，张俊宏就是阮南投县的选省议员选掉啊，吼，啊，张俊宏伊讲，即个要是讲戒严的时阵啊。放招叛乱犯的这个过程啊，新工业就表示是不是陈局有迄款的力量放招叛乱犯啊？到底有什么款的迄个神通广大？哦，这大家等下来思考一下。要有讲哦，这个三层中来孤单来拼前整演，三层对南投嘛。哦，迄阵我咧做兵，啊，我是成功咧做兵，放假叫阮回来选国民党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另外代志再搁讲吼，啊，搁代就是讲吼，即、這个林宅灭门诶血汗呐、啊，平平是军法庭内底哦，却由陈局来通知张俊宏啊，那即四段过程吼、哦，感觉上讲。陈局是在神通广大哦，伊到底有什么款的能力啊？是国民党的尿杯啊，还是共产党有什么款的关系啊？好，来再搁看嘞。伊讲吼，我安尼为着我这个老命，为着我的十几年来冤案，吼，我等下讲伊是冤案，拖老命。要来总统府见你，你竟然叫这个所谓这个水户、这个总统府、这个哦警卫，规个甲拖出来外口，不爱见我，冷漠以对，这感情是你甲小英的杰作啦。讲蔡英文，你嘛是民进党的党主席，你竟然对我这老民进党这无情。你当局嘛，竟然是安怎做？总统府内底蔡英文上大，你就是第二号人物。但是对我不闻不问，刷咧我亲身来甲总统府，你竟然安尼来甲冷淡回应，刷咧佫甲叫人甲赶走，这情何以堪？刷咧讲吼，如果我安尼咧呼救。伊张俊宏讲，那安尼你无法度
感动140亿人民对台湾民主的向往。这句话玄机足大哦。那么台湾存在的核心价值，就要飞跌伫恁中间啊，恁的手中啊，要飞跌伫你甲蔡英文恁两个手中啊。讲，请你好好，一定务必爱严肃的，甲我这个话去甲谁人讲？去甲蔡总统讲，表示恁两个协作嘛。所以安尼来看，张俊宏这篇文章啊，首先头先伊讲的，一寡只古意思的引荐，他我当初是国民党内底嘛算。很重要的测试啊，左右手啊，蒋恩师的左右手啊，啊是啊，因为有你郭以新引起我的关心，当然柯信良是另外一个走去中立选通馆长的另外一个代志，但是伊为着追求你这个理想，互你引荐去甲见到郭以新，今仔才走上不归路，是不是安尼？然后过戒严的时阵，哦，安尼竟然来亲目看到你有迄个灾灵，来放走叛乱犯，大家咧伊无讲，但是咱可以心知肚明，大概就迄几个，哦，啊，伊选新议员时虽然真孤单，但是总是选调，你嘛有出一寡力，啊，你安怎出力咧？哦。伊嘛感觉讲，你这个无简单的任务。然后人才灭门血案，伊唔知，竟然你知，透过你来甲伊讲，所以你到底有什么眼线耳目？哦，安尼我讲的尾啊讲，若无法度感动140亿人民对台湾民主的向往，我就讲到底当局有？去十几岁啊，就去郭以新的边啊做小助理，那无真有大的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财吧，也是讲哦，迄款的哦，迄款的神通广大，也是讲迄款的，人讲一寡哦，即款的伊的迄个救小，迄是真无可能的代志。郭以新会用到你，可能你后边唔得啥人栽培哦，所以引起我想讲，无法度感动140亿人，即就想到当局是毋是拢咧关心中国民主统一台湾的代志啊？安尼就是一个台共分子哦。所以我会记自以前2009年，到2013年时。两届去中国，哦，第一届讲要四大印，但是哦，虽然这是官方的拜访活动，讲为着四大印要邀请中国来，但是啊，人有传言讲，消息的行程中间有去看伊早期迄阵的战友啦，都类似谢雪红这帮人安那。就讲台湾的共产党就对啦，所以人讲你规届去中国，拢有即款的事啊，去看战友即款的传闻，安尼你甲看今日传出来即个代志，甲伊即摆竟然会去互关，会去甲王金平疏通，会去关掉民视的正经看民视。我即摆就甲调出来一个代志，张俊宏是安讲，伊有即款的官司呢。咱会记得民视1996年成立时啊，都有两个股东，都、就是张俊宏甲余纯叶因，因即余家帮啊，去甲咱民间来做募资30亿，所以咱足济民间的小投资人。一个出一万，出5000，安尼你甲投资嘛？但是这买啊时啊，忽然间2000年左右啊，哦，
1999年啊，哦，即、這个有啥物全民电通甲即、這個、本来要有一个民间投资公司，哦啊，一个民间公司30亿，投资公司诶，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全民电通，张俊宏做董事长的全民电通10亿，啊，一个7.5%，一个2.5%，本来是民间投资来做监控啊，但是忽然间有一挂人踮遐咧搞，哦，甲结果民间投资公司要去争取即个所有的哦，即、這个民宿的主导权，佮迄当阵可能蔡东营有民进党的势力，哦，所以讲争竞争失败，结果伊怎啊走去全民电通，互牵去投资一个叫环球电视。由张俊宏来做董事长，但是咧，张俊宏伊毋是媒体的工作者，所以伊拢交代予吴子嘉遮个人讲，因真敖盘烂。但是注意哦，迄当阵就透露出讲，吴子嘉进前拢甲两甲蒋个后生蒋孝勇即帮人，只啊咧做一寡生意啊，做一寡。有诶无诶，等于讲，甲一台湾诶所有诶企业，也是讲一寡好康诶，吼、哦，咧斗博小博就对啦。所以伊有即款诶绕别啊诶所有诶因子嘛。所以伊竟然2000年左右啦，都牵一寡有诶无，讲去做环球电视，结果讲无偌久就了4亿。予全民电通财务发生危机啊！啊，所以才牵去予张俊宏啊！啊，张俊宏迄当阵无来无去，搁去交一个伊个女朋友叫林慧尊啊！所以大家用即款来丑化张俊宏啊！所以我迄阵嘛对张俊宏讲，无在以前是阮南投县哦，是上器重个党外人士，啊，尾仔家己去走出来，但是即摆甲发现。这不一定哦，这因为国民党的东厂卧底的吴子嘉，就听人假讲是民进党的，啊，伊就是一颗信良心变的好啊，所以一2000年，拄好是柯信良硬要甲陈水扁阿扁总统选总统的机会，我漳州人拢讲，所以洪耀福竞选党部的总干事，就走去。陈明文家己做该县长内底县府的机要秘书，所以陈明文真早就已经甲柯信良即爿个国民党啊，本来陈明文就国民党啊，所以我嘛等于是讲哦，一半被招降，一半是顺便哦啊，然后借力使力啊，讲哦啊，将计就计，怎卧底来做入去啊民进党，等于咧做国民党公开的招牌嘛。啊，所以当初2000年来想讲奇怪，全民电通民宿1996年做工，因为独牌系统泛滥的财团无爱广告，所以经营无遐好是一回事。但是你若好好做民间，若看你了钱，拢会阁增资啊。因为民间的一寡诶投资者，爱台湾的投资者。伊想讲，即袂使放互倒啊，所以大家本来投资伊，嘛毋想为着要趁钱啊，是要互台湾人有一个本土的媒体安尼尔嘛。啊，所以但是咧，柯信良的好啊，吴子嘉竟然就直接讲，借助伊甲媒体的一寡的即个关系，所以伊有法度什么哦，扭转乾坤嘛，好一寡有诶无诶，所以伊就踮遐挑关干。民宿变好歹经营啊，所以当初2000年债务危机时啊，讲迄当阵讲欠10几亿啊，安尼时就引进一个美王的荣誉董事长，就是连前的亲家啦，一个叫尹川建中啦、啊，所以尹川建中。就叫伊个代表人，即摆嘛是要做民宿个厂长，叫陈清福啊。
就是美王的董事长啊，就是银川建中的后生啊。那安尼时，是毋是就种下讲引清兵入关啊？民事本来拢是独派，本来是本土派，本来拢是台湾派，台湾只个小股东，就挑工由即款的无主者引进者的第一股东、第二股东嘛。所以什么宋文忠啦、啊，什么陈清湖，这些常务董事，拢是吴主家迄当阵，甲民事的两大股东，民间投资公司甲全民电通的张俊宏挑工都栽赃给伊，给伊自2005年开始就受到当局的司法咧追杀。所以说到这阵，当然迄阵子阿扁总统嘛，深陷一挂扁家危机内底啊，所以自身难保啊，嘛无法度去固守着张俊宏啊。但是张俊宏迄阵子已经去用抹黑伊啊，讲嘛去用等于去用倒错伊啊，讲伊去拍查某啊，你看伊个家后柯英淑尾仔接受伊。去选立委，尾仔就卖救起来，伊就走去中国去啊！哦，所以这个事情，予大家看讲，这吴子嘉2006年5月12、13，邱毅咧爆料赵建民三井日本料理宴涉及台开内线交易，伊就是台开的副台开的名股董事啊。所以安尼你也看，伊从中获利，佮挑工甲民事啊引进起兵，今日变甲即个情形。那么照讲，如果即个冤案张俊宏那有即款的情形，如果那一下批复，我想全面执政时，张俊宏要求讲啊，伊甲陈菊。吼、哦，要有即款诶老战友诶友谊，所以照讲，民进党全面执政，会用退伊甲伊即冤情，吼、哦，好好来处理咧。最起码毋好互法院安尼点啊甲追杀啊。结果即摆你看，代志已经差不多要浮现出来啊。所以我已经查到遮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毋是当事人，但是我甲查讲。1996年民事安怎起来？安怎是2000年去予这吴子嘉甲柯信荣这帮人点名引进清兵，就是要甲民事本土的媒体甲消音嘛好，甲伊变作蓝的红的嘛。迄对党国司党国体制的做法啊，所以就种下讲，是安那陈刚信是蔡总统做董事长。田在廷做董事长，即个独派做董事长是，因拢有法度点啊做总经理。胡婉林一只万年的新闻部的经理，甲即卖做副董的，安尼你着看前因后果吼、哦。我今日讲到遮就好吼、哦，因为生活转来，连工咱再好好来讨论这个问题。我甲带出来讲，陈菊是毋是台共？那么蔡英文甲陈菊对即款的冷漠对待民进党的前大佬，安尼敢还是人吗？我头先讲2006年，伊敢若甲王金平安那咧收买绿营的人，离派系为着阿扁动人走咯，竟然共同来陷害阿扁总统甲改革派官员，然后尾伊有法度做党主席。甲马英九踮遐设计安怎来把持整个民进党，甲民进党整个变成已经毋是咱台湾人的本土政党啦。那安尼过去，大家就较有法度轮廓看较清楚啊！吼，好，今日讲到遮。